说对不起姐夫，两颗三分球了，道歉篮球，辛特里篮下转身硬吃千肯尼得分，这球的确有点空间了，可以要。大力在高位没有太好的机会，从这么远的位置下球，一路撸进来，交给外围的麦，三分线外投射有了。今天在上半场，麦真的依然是继续留在场上。麦漂亮的空手走位 ，Final MVP 啊！这边的快攻没有选择直接启动，漂亮的后射步。林志杰这球投偏了，辛特里把球给抄回来，哦，个人连续得分，辛特里跳出来了，或是梦想家喊出暂停，让比赛勇士还有机会哦。钱肯尼个人防守的能力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，但是篮底下塞瑟夫找到空档，哇哦，麦真的要给他鼓掌。今天第三节的比赛当中，多次跟塞瑟夫来连线。这段时间真的是他一个人之手拯救了球队哦。除了自己连续的得分之外，小夫在这一节的得分能够上来，他有多次的助攻。看现在以剩下7分钟来讲，这14分的差距并不算太少，应该说16分了。对，16分。那要请教磊哥的是，如果说想要追上的话，勇士需要怎么样来做呢？像辛特利这样吗？对，我觉得辛特利第一个是一个关键，但是在辛特利现在。